锁定台视午间新闻，苗栗公馆一家投注站3月1号开出1.7亿元大乐透头奖，不过在2月1号也开出了2.15亿元的大乐透头奖，带动民众买气。一早上门的客人络绎不绝。老板娘说，自家投注站开出5次头奖过，有2次是大乐透，2次春节百万大红包，还有1次刮刮乐头奖。鞭炮噼里啪啦响，因为前一天大乐透开奖1.7亿元的奖金就落在这家投注站。恭喜你啊！上门的客人络绎不绝，一个接着一个进到店里买彩券，希望下个中头奖的幸运儿就是自己。我刚刚有去买2张，然后不会中。买皮包买在对面买彩券，装大包一点，真的没骗你。一旁摊贩说的吸引人，因为这家位在苗栗公馆的投注站，在2月1号才开出大乐透2.15亿元的头奖，相隔一个月又再次开出头奖，实在相当旺。我们今年哈开出5个大奖，就是我们春节大红包刮刮的，还有我们大乐透头奖。大奖开不停，老板娘说是因为投注站是下楼地形，钱财只进不出。庙正后方，那刚刚好后龙溪的水流到这边来，刚刚好积到我这边来，我们就是一个虾龙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这个地理位置，所以常常开头奖。这家投注站开出10多次大大小小的头奖，目前为止最大一笔是大乐透8.25亿元的巨额奖金，带动邻近乡镇或外县市的民众来买彩券，就是希望下回财神爷也能找上门。记者张杰苗栗采访报道。